中的新冠肺炎惨了，生意不能再做了，要有什么计划了？真的不行了。爱多美奇怪，买洗衣粉也能赚钱吗？你要怎么办呢？要问谁呢？学自己可以学到吗？一下，我是周怡，有一样东西呢是非常重要的，那一样东西是什么呢？当然是我们的人生规划书，讲讲讲，就是我的第一个 version。 我第一个 version 我非常珍惜，那每一个 version 呢代表着你的不同的人生，百年的企业，那我们怎样去做好这个东西呢？当然陪同、信任加上八大因素哦。然后呢，三样东西很重要，一个呢就是把我们的 Success Academy， 然后一个研讨会，然后再来中心的所有的 sharing 是一定要去的。여러분들열정없는사람은요이유는딱한가지하수도있어요知道了一点，原来是这样。会说的就是早上说一次到晚上说一次，在这样的情况是这样的。第二个，你可以改变一下你的生活。我之前我吃东西，我舍不得吃这么大餐，现在已经，哇，的确很好哦，可以开始哎，这些都是保健品哦，哇哦。Hey Lily， 我在这边有看到这个爱多美哦，它是免费注册会员哎，你要一起进嘛，因为我看到它的保健品很好，而且价格又不贵。要不要我们一起就签个会员，那我拿那资料哦，好不好？好的，那你就 WhatsApp 给我吧。妈咪，我要去学校了，记得要带去学校吃哦。哦，谢谢妈咪。我是九零八，爱多美彻底改变了我本身的命运，同时也改变了我家人的命运。身为中心长，我们必须为会员提供良好的教育及学习环境。我相信爱多美可以改变我的命运，同时也可以改变大家的命运。Hello， 我是 Esther， 是爱多美的销售大师，从事旅游业，可以说一直以来生活非常的安逸。在疫情的冲击下，导致我从事的领域受到重重的打击，长期无法支撑，让我选择了关店，使我非常的痛心。在我无助的时候，让我遇到了我的贵人柳令老师。开始爱多美的时候，他常说爱多美是很容易成功的事业，成他贵人，我如今也成功了。我非常的感激他一路以来对我无私无怨的教导，我继续加油达到我最终的目标。我下一个目标就是自动型销售大师。好，我是 Isabella， 钻石大师来自Miri Beautiful Life Center， 也是一位中心长。非常开心呢，爱多美其实哦改变了很多人。那不管仅仅在他们的身体健康啊，或者在财务这边，可以赚取把分数变成奖金这个制度，让很多顾客都可以成功。非常棒的网络平台了，而且呢是免费注册会员。Congratulations, Acme Lisa, Happy Fires Anniversary.按赞，拜！赶快分享，按赞。